现在。水，拿来。你好意思哦？我现在很舒服。我不舒服。晚安，阿翔。今天真是起了成河、啊。今天我长得很好看，完全没有水肿。哈！恭喜呀，恭喜！这里，好了不玩。好了玩了。喝水。好。这里面是发生一件超冷的人事了。其实没有好很冷啊，因为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奔跑，因为我今天要去公司，就有东西放在学校忘记拿，然后又从这里，然后又奔回学校，然后再奔去公司，喷了我蛮多钱的，然后一路上都跑着，我的天哪、啊！哎、欸，我昨天晚上出然后去吃牛肉面，然后哎、欸、很夸张哎，他我吃完出了差点没有被冷死的进。真是在学校宿舍的半路上，超夸张，那个风啊！我穿发热衣，然后穿毛衣哦，哎、欸，没有用，它直接灌进去，正面迎击，还穿皮外套，完全没有用。Hello 呀，哦，茉莉，山猪来了。谢谢，然后茉莉送了11月的守护徽章。我们要不要玩那个？就是听他们 LNG 在讲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铁轨道德问题。可是他那个是那个多有，没关系，反正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讲的。基本上就是一定类的残酷二选一。好久没来了，上次当三年前，真的假的？那么久没？是蛮陌生的名字啊，但是三年了，这么久。Hello， 季风亮，令 MJ， 谢谢送我 Popcat， 谢谢你们，谢谢送我11月守护徽章。这是我刚去公司，所以晚了一点。对 ，Sorry 啦，各位。对，今天有化妆，我今天要去公司，今天有公司有事情。嗯。今天看起来有点尖，今天看起来超好看。换过名字，之前叫初宁，但感觉超中二，好很多。谢啦，今天真的超好看的。我今天穿皮外套，今天摔炸了，我真的是。我在电梯还看镜子拍照，哈。皮外套，这件袖子有点长，然后肩膀有点紧，所以我穿。就是秋装很适合，但现在突然间变冬天了，有点不太适合。因为今天穿个厚装好顺利，有没有什么眼线爆开啊之类的那种鸟事发生？现在脸看起来很长，
觉吧。我脸超不长的吧？对啊。你看我在直播里面看起来帅爆了，脸长。凤梨。凤梨真的好可爱啊，这一颗仅限这一颗。方安，干嘛？红豆，好不到。你是不会来这里看哦？你很出来了，头发再抓一下就帅了。这样算抓过了吧？不是，不然我平时平常啊，什么？你说什么？不算，就这样吧。我不能再抓了，现在刘海没有特别去剪过要抓的发型，它就是不适合抓，它的那个发量不适合。分数了，离子夹烫一下，感觉很适合。No， 不知道了吧？会了你剪造型。嗯，小一在吃火锅，还好我们今天下午吃了拉面。哈，肉超少，可是很好吃。拉面肉不是正常的东西吗？不是肉没有很好吃，肉更。开心啦，汤头不错。为什么？我找到一个永和区自由街的。嗯。最近好痒啊。圆框眼镜呢？我只有方框眼镜，好远哦。Hello， 伸手就碰到了。这样子看不清楚，现在怎么样？那你就拿下来。这样子可以，可这样不好看。欸，我只会这样子，我不会这样，这样子很硬，挺好看的吧？卡了。哎。昨天看起来我斯文败类，现在大学生都这样，戴个渔夫帽。没有，大学生要戴金这种银框的，然后再是也是那个框，没有高领，没有高领嘛，已经不流了，不流行了。那个哎，那个是方形的，他们喜欢那种方形的，有点八边形那样，一然后这种有点短短的，二三那种的。大部分一堆这种，然后都长得就是很丑，不知道哎、欸，不是不懂现在流行。哇，好好看哦！救命啊！这样子我一直觉得大学生长得不好看耶、欸。大学长得不好看啊！哎、欸，上车吗？对。我想吃面包。是不是剩我的？还有我的。随便，反正你的胖。给我。可以拿。谢谢小潘送的 Pop Cat。哦，突然恢复视力，我有。
部队锅，韩式的那种哦。啊，那好吧，我不羡慕你了。什么？我不喜欢韩式的锅。我朋友想去吃两餐，我不想去，就是花这个钱会去吃洋锅之类的东西。啊？我不想，衣服好臭。而且要加起司，加好多钱。帅吧？这是我今天出门的长相。我进女宿，每个女生都在看我。怎么有一个男生？哎、欸，我真的会吓到，因为最近我不知道这一届为什么很多，是因为我搬上五楼嘛，就是宿舍的五楼，然后就发现好多很帅的女生，然后一直想说。进错了，他怎么来接他男朋友嘛？那种感觉，为什么会有男生在宿舍？欸、我连我都会被吓到。明明你自己也是，我还好吧，我看起来蛮中性的。他们看起来真的是那种很壮的那种运动的那种男生。而且我发现没有女生在留，就是不是留那种男生那种刺刺尖尖的头，有啊，很少。就是大年轻的，好像觉得很帅。还好，你太软了，没办法。我都吃什么锅忘了，反正原味那一锅，不用加价那一锅。火锅都买这样，是原味的汤头啊。有尝试过一次，忘记哪一家牛奶锅还不错啊。然后那种小火锅类的，最近爱上酸菜白肉锅，超喜欢酸。有胡子要先确定是女生的，刚刚觉得就有胡子啊。每次过年前还要剃耶、欸，哎、欸，对，不讲出来，太明显了，哎、欸，很适合骑挡车，是不是？我已经为我以后要骑挡车准备好了。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会买这件外套给我，一起考啊。Hello 塔瓦哥 ，Hello 罗南武东 ，Hello 结束了，送了。爱恋巧克力，哎、欸，清汤派是不是？就是甜甜的，就喜欢吃食物的味道。像比如牛肉面，你们清炖派是红烧派，啊，我就清炖派啊。刚刚觉得就红烧派啊，就是红烧就吃不出那个食物的味道，就很重，就汤，你是在喝汤的味道，还要吃泡面的感觉。清炖比较。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食物的味道，不会像就很多，不是人家说很多不新鲜的食材都会拿去什么三杯啊、糖醋一下，你就吃不出来了那种感觉。所以红烧就会把很多味道就盖掉。嗯，蒜头汤派哎、欸、真的很赞，就吃那种有火锅啊，我都一定会捞一堆蒜头，然后丢进去汤里面再继续煮。哦，鲜呐、啊，不一样啊。还有葱，葱花跟那个就是。一小碗哦，蒜头就是一小碗掉进去，有肉就好，笑死。隔壁那个一定要喝两碗汤，一定要喝两碗，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Hello， 奈子，晚安。吃完晚餐又饿了，去吃啊！我是不会阻止人吃东西的，宿舍组的各位。宿舍组的各位都是会被我喂胖，因为我绝对不会阻止他们吃东西。然后晚上啊十一点啊，然后就说：“哎，好饿，有点饿，想吃点面包。你肉我要吃吗？小心。”然后就说：“吃啊，我不会阻止你吃东西的，饿就吃啊，快吃啊。”他就这样，他一家。而且我很爱在十一点的时候煮东西吃，然后煮那种，而且不是水煮哦，是用炒的，所以炒的都超香。我就是那种最恶劣不开抽烟机的人，我只想小吵一下而已，应该还好。那一家的房间又在厨房旁边，哈哈哈！吃啊，为什么要阻止自己吃东西？这是减肥是多不人道的事情啊！哈 ，Hello 晴天，谢谢送的，看好你哦。刚决定只煮宵夜，还好啦，他也不是太煮啊。
用卡直接买，基本上。我今天是不是十点关的还是10点半？随便把冰箱里的饼干拿出来，可是饼干放冰箱有点酷哦。哎，跟你们说，那种王子面啊，那种点心面类的东西放冰箱超好吃，超推。不管是什么那种模范生点心面啊，或是什么王子面、棒球面、科学面那种的。那你们是哪一派？王子面派、科学面派还是棒球面派？好烦哦！Hello Hello， 很棒，好棒哇！那统一肉燥面派，哎、欸，不是不同东西吧？我说点心面嘞，科学面派，那是科学面派。我是喜欢科学面的，可是我妈以前她说王子，她一直说棒球面比较好吃，所以我从小到大就是从我。就小时候有一段时期会超级喜欢吃科学面那种，那个年纪的是小学生吧，然后就觉得是科学面为神，能吃到科学面就是一个坏小孩兼幸福的象征那种时期，然后我就会偷妈妈的王的棒球面，可我觉得棒球面就外包装，那时候就觉得它好臭，这是个人丢棒球是什么？其实说真的我吃不出来啊，但是我。不会自己去买棒球面，就是一个黄色包装，然后有一个人在打棒球。对，科学面看起来比较好看，看起来比较好吃，就吃起来差不多。肉燥面，肉燥面干吃很好吃哦。肉燥面干嘛？皮革味啊。可能有就是这样睡觉都流口水了。芒果汉瓦面，啊拉面。那个油葱很加分，我不喜欢吃油葱，就是会当作是调味，但是我不会想咬到油葱，咬到瞬间就是。就是饿的，这样吐出来，会直接一直用吞的，这样吞要把它吞下去。用汤匙，酷哦，酷哦，这个。我最近发现了一包的什么鸡汁面，很便宜的，就是唯一一个很便宜一种很便宜的面，它很好吃。这也是它很便宜的，哎、欸。我已经把牛肉面吃完了。那八包都是我的面，这都是我的面。呜，里面还有一个，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吗？这是我的吗？你要也可以啊，走。直接拒绝。10块的面，你说这个吗？还是你说的那个？是一个黄相间的那个吗？宿舍的贩卖机，宿舍里面有贩卖机，那个大学宿舍可以去尝尝。没有啊。いいね、そうです。うまい。哦，刚刚讲鸡丝面，对，哎，我就是加蛋，超好吃。我那时候还加了香菇跟小白菜，根本就可以倒出去卖，一碗80。太贵了，太好吧？成本大概20块，不要。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我下次就要一个姑姑全餐给你吃。不然你不对这个面糊出来，它就很甜啊。
我不喜欢那种炸的面包，那种这种跟那个甜甜圈啊那种，我不太喜欢。宿舍醒还是公司的水管？只有今天好不好？哎、欸，我很常这样子，我想直播这样子的、啊。我才不会，我会在这里喝而已。一家也会啊，一家不会，我不会。一家也是五公升深的，五公升的，五公升的水踢来踢去的。这个有六公升，六点二公升。各位说，手机版的LOL《机动峡谷》有出了凯特琳的，好好用哦。它射程好远哦，好用。它一出，我立刻马上买了，真的是立刻马上。看到封面之后它出了，然后立刻去点英雄，然后买下来。哎，我要给你看。杰西吗？因为我最近又拿到英雄自选动作，你选过伊芙琳的吗？我才，他原本是怎样？我也不知道。你有开过了吗？我还没有下定。这样，这样不是。谢谢哈利送我的超级购物星。Hello， 妮妮。有接一碰楼的广告。什么意思？那个影集的。对啊，他一直出啊。哎、欸、，LOL 的那个奥数影集，快去看，超好看的。我是那种很控背景故事的人，那种前传类啊、背景故事啊那种。一个游戏，我最爱的是它背景故事。啊 ，LOL 好哎、欸，换它很辣哎、欸，很棒啊。不过伊芙琳他们说他没有性别，他是一只恶魔。嗯，对啊，我是北差，他看起来就母的。我想看盖伦长怎样。我现在还知道那个战是他的手，是哦，不是啦，不里斯吧？不是，他是金，整只手是黄色的。我说，他留下送了红玫瑰跟枫叶，好可爱啊！对，不是第一次这样喝了，是布里斯的手吧？自然的。现在也出，但是他们造型没有什么差，他们出了新造型。哦，嗯，这是我吧？啊，这是你吗？这是，Hello， 阿福，真的，各位可以去看，真的可以去看，看那个奥数，它叫做奥数，魔法的那个奥数，它在讲就是皮尔托夫的那个皮尔托夫吗？是皮尔托夫吗？跟佐恩就那个双子城的阶级关系啊，还有那个吉恩克斯、菲艾，还有杰西。还有维克特跟凯特琳的以前的故事，去玩的机斗好难玩是呗？我觉得电脑比较难玩，电脑玩的跟智障一样，我今天神奇不玩，然后很高兴就帮我玩了玩偏大 Q， 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脑入门的，对，杰克斯好可怜、喔，还是你不教你，所以很难。你有加完就很随便啊，对啊，就是不会用啊，就是你为什么移动一直要按右键，手多酸啊，你这样子要转一转就好，你一直按右键，哒哒哒哒哒哒，中指都要抽筋了。电脑才有体验，游戏体验差不多啊。可是我觉得用电脑，因为它《机动峡谷》它里面的每个英雄它都有分难度，就是一二三颗星，三颗星最难。每个都是五颗，是不是？对，五颗起跳。就想说，像阿卡丽那种很需要飞来飞去的东西，那不是超难吗？
电脑超难用，比较简单，因为你滑鼠，你就跟着滑鼠飞就好了。可是滑鼠很难动啊，滑鼠你要这么大的动作，哎，是太少弄电脑，而且你滑鼠握起来都很生疏。我基本上都没有在握滑鼠的，一个礼拜握一次吧，电脑课。太好，就超不会操纵滑鼠，那种感觉很不错。嗯。手机很难锁定角色发招，哦，可能是我大拇指大拇指特别灵活。这样，你在点哪一个？走。好难。嗯。很灵活。打硬件的人。好了，好的滑鼠不一样啦，好吧，那一定是我要烂的滑鼠。哈，是吗？我觉得还好，就好大，滑鼠好大，喔，就是你要这样子握着，然后只有这一段在用力。因为它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这里也是啊，觉得手好酸，不够小。然后真的，一慌啊，一慌，然后我就左手全部都乱了，左手全部乱掉。好多啊，差很多哎，还是比你一级一小节。手太小，没有，手蛮大的哦。我记得那间的滑鼠真的蛮大的，就是它不是圆形，它是方形的，然后挺大颗的。嗯，啊？嗯哼。Hello， 一开。因为我们家是没有电脑这种东西，没有桌垫这种东西，所以我们是去外面玩。对，这整间宿舍没有任何一台桌机。嗯，下次握手来跟你比手大小，那是花握手券，哎，用量的嘛，很难吗？哎，还蛮难的。中指8公分，食指7.5公分，无名指，哎，7.5。直径，啊，超过，等一下，手掌，大概17公分，16.5，17公分，大拇指6公分，我大拇指真的很灵活，这是真的啦。跟打就从小都没有打玩过任何那种很复杂操作的电脑游戏，所以都是玩手机。面的这个是什么去了 ？Man， 是吧？说什么？拉面。手法面。Superman， 现在房间温度23度。Man， 소나마마타베데루소나마마소나마마타베吃完了，啊，什么意思？因为台湾最近很冷，真的 Deska， 真的啊，冷死了。可是真的穿厚就没有关系了。要我就需要围巾，要把这个洞堵住，这里的衣服的洞堵住。A 巴拉面，哈，听起来不好吃哎。还有这个头模糊上来，蛮油的。那个是哦，最肥，没看到全身，它就是 T 恤跟这件裤子，这件裤子。Hello， 企鹅，
好像我刚刚讲什么激动啊，讲到谁去了？哦，电脑。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很有想要再重练再玩一次电脑的心，但是我觉得我会去在那边浪费钱，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看漫画。那天就是去看了，去打了一场，然后就账号创了，什么都弄了，打一场之后就放在那边，再也没有再开过了。然后电脑就拿来看什么海报，很可爱的影片，超可爱，超烂，超级没有用。然后看一大师说笑话，哈哈哈。Lucian。有没有是我某个班上同学入坑 low 的一个契机？裤子残念，裤子很好看啊，裤子很好看啊，是格子的。你才残念，嘿嘿，冷嘛？没有了。哎，跟你那个合照会穿的衬衫一样是格子哎，记超久。对，我记得是格子，对不对？是蓝色的吗？蓝色、黄色、蓝色，这样子。红色、蓝色，我不知道，忘记了，反正就是格子。站起来就长这样，哎呦！这样子谁看得到？这样子，我就问，这样子就记得啊，因为你就来那一次啊，印象很深刻啊，直播干那么久来那一次，对啊，你就只来那一次，啊，也就只有那一次啦，之后没有了，对啊。笑哦，他都吸收，收他都吸收。なんか食べたい。ラーメン。違う。おやつ。おやつ。什么点心？应该是吧。おやつ。食べたい。那是哪一次？是吧？不是吗？可是因为只有。我觉得同口子拉面，只有合照会是可以看到你们全身的，可以啊，他们从远端走出来也可以啊，深扯深握手会也可以啊，他们要从那边走过来，卡了吗？是没有拿冰袋，蛮勇敢的。我要吃点心面，我要吃点心，帮我拿凤梨，拿走。拿走，所以你就找到你的违戒吗？没有。好，现在顺了 ，OK， 还蛮勇敢的我。哦，喂，再去买一个啊！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从买到的戒指都会生锈。我那个，你那个很好看的。那个噔噔噔噔噔的那个粗的还会生锈啊，刺刺的。然后我的一个宽的跟这差不多，然后是交叉的那个，很久没戴了，放在包包里。对啊，我的那个是去哪了？哈？数字的那个，另外一个在那。没有啊，没有任何数字的啦。不知道我这啊，一直都没有啊。有一个全银的，然后它是刻出来的，就是有点像这个。没有。好，那我什么噔噔噔？哈？那我什么噔噔噔？就是这个。哦，这个。好，拜拜。继续拼起装了，拜拜，加油！真的加油！我现在也是拼起装的孩子。随便你。最近没有吃拉面跟点心哦。おやつが食べたいです。很想吃东西。买啊！等你先。出门呢？等你先。你先换衣服啊！我要去洗澡。快把那个头洗一洗。不要我这手机走过去咯。你们
的零食橱柜空了吗？还没，可是都是那种要煮的面之类的，还有松露薯条，都是脏滑滑的。对，你可以吃脆皮啊。因为我不想吃，我对脆皮有点小恐惧。它曾经是我最爱的零食。你说那个虫吗？对。哎、欸，我也看到啦，好可怕！我是拍给你看的、啊。但是我它不好吃，它吃起来超奇怪的。你说虫吗？不是虫啦，一颗一颗东西。没打塔贝达库纳鲁，加塔贝哟，塔贝哟，なんか食べよ、一緒に食べましょう。塔贝哟，帮我拿啦。没有了，它是正常，它正常，完全正常的。我要吃那个。那个是怎么样？它就是一颗一颗的，很像那个，很像开掉了吗？没有啊，它像浮一层东西上来，这样再宽一点，这样子，然后一个，超密集，超。什么薯条好吃？很好吃，但是那个什么，就是卡迪娜那个炸小包薯条，哎，这种薯条真的很神奇，你它超小包的，可是你怎么拿，感觉都还有一小包这样子，因为它薯条，可是它一条就很咸。然后就可以吃，这个也超好吃的，这个冰果超好吃的。看一下有没有搞笑，嗯，看一下有没有搞笑，有没有搞笑？啊，不好不好看的这个东西啊，直男也不吃啊，对。吃口啊！吃小口一点，不要给我整个吃掉哎、欸！吃太大口了，哎呀！吃那么大口，对，点心面，直男。哦，好朋友今天去打疫苗，就是今天去打疫苗。对，然后点滴压出来也不太舒服，他还帮我解滴。那还好吗？就是普通的不太舒服，然后说他刚好经期这样之类的加在一起，然后我就说我们是那种好朋友，直男式的朋友，然后就会多热水啊，然后接，然后刚好怒摔。有人照顾他吗？没有，没有。没查、啊。他有室友。嗯。然后他室友不在。很像锅烧意面。还好锅烧意面没有这么细的，这么细的锅烧意面，锅烧意面至少要就是这样四倍放大，噔噔噔噔。超难玩，超复杂，会一飞，然后又按什么东西。我因为我就是那种没有办法一次按太多键的人，所以《激斗峡谷》手游很适合我，我很适合手机游戏。你没有看到我那个一瞬间惊动的表情？想要放慢动作，不然像那个猫咪的那个。好啊，我跟你说，我刚换了玻璃贴，它是绝对绝对吧？哎，就一个字呢。これいつまいつありますか？さあ、11月の、11月の土曜日と、そして12月の22
是吗？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十月的二十一、二十二，对吧？二十、二十、二十一啦。哦，二十、二十一，你就你就一集，你就你就你就一集。Go。そして十二月。十二月。さあ。十一、十二。嗯哼，我们没老师啊，对，不然怎么办？そして、そして十一月、そして十二月二十七号、私の誕生日です。そして十月二十、もう終わったけど。そうして、はい、明日、明日と実験あるとは、有事比較好吧、我們已經很沒事了。百合翁你是什麼？百合翁你是什麼？代表工作多了，也是啊。百合翁沒有休假。そしてそしてえ、快到了耶、白痴喔、欸、对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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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天啊怎么办要说什么、欸、熊妹十八岁了耶、对啊、她十八了耶、そして十一月十一号は熊妹の誕生日クマちゃんのクマちゃんの誕生日ですかかんちゃんはみわんはかわいいバッジャーはいかすたのむかおかんじゅうはなばんぞかんじゅうはなばんぞかんじゅうじゅうすかんはべばんぞうつうじゃんいかでたおらんほうらんほうかじゅうばはやべんしょべすぐしゅうはみやすんがかわいいめいやめいやじゅんべい理想，但是要比较高实在是太难了。不要死啊！不要死！哇，你居然不知道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啊，好酷哦！我知道的只有那些动画跟小说 CP 游戏那种 CP， 对我实体活动我全部都不知道，超不熟。真的是等资源的人，等人告诉资源。维卡维卡，所以那个在哪里啊？那个宅在哪里啊？我看有没有公演前、公演之后冲一下，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好想去哦！我想去哦，等你们分享给我，我只能这样子了，变成新柠檬先生 Pop Cat。啊，熊妹要送他什么？走吗？走吧。什么时候？明松烟不就是公司楼下吗？公演啊。Oh my god！ 二十号公演。我是不是二十一吗？我两天都有。拜拜。我要先哭。拜拜。我记得我好像。我们两次都星期日了吗？会遇到哎、欸，嗯，好像我不知道哎、欸，好像吧。那怎么看啊？帮我看一下，什么东西？我们几号？这个忘记了，在哪里啊？我记得有连续两次礼拜日之后，我们这边是礼拜六了。吗？哎、欸，我们还是我们去公司之前，然后去逛一下。已经出来了啦，很蛮上面的。不行啦，这两个选择是真的很上面。我很早哎、欸，我两年都要去呢。
谁送他一次？耶、yeah! 哦！我们是礼拜日的，还没出来哈喽，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公布，我们都不知道、啊。不好，对不起，不好，大家先别说。等出来了再说。但是我怎么样都一定有可能会两天啊。嗯哼。所以，或者是同一天，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两场。嗯哼。好。私の誕生日の髪型太为难了吧？是什么意思？他想看我留长日？ちょっと難しいな。どうする？五年後。我们明天公告是好的。那你们明天才知道哦。明天才知道，不然你们就变成。开始第一排，哎、欸，成这样了，蛮可爱的吧？等一下，现在不是我生日哎、欸，是啊，是常识。准备生日怎么办？我那天生日不会离开学校，知道？嗯，礼拜四，你帮我考两科。嗯，我们也不会见面。不是公演的，他哦哦，去办公室了，去办公室，嗯，去办公室，啊，被暂停了，你好笨哦 ，QK 他听不懂。对不起，既然被高姐说，反正是侮辱啊！你看见了？没有。其实都没有拿冰袋、欸、怎么食物可以这么顺呢、啊？太扯了、啊！不是有卡吗？哈？不是有卡吗？这样也算还好，不是那种卡到不能播哎、欸。好赞哦、喔！我是乌鸦嘴哎、欸，我是很恐怖，就是我打游戏，然后比如说，就比如说我们要吃龙姐任务，就是要吃到三只以上，然后我就正在打，然后会说，说敌军会不会就先投降啊？因为我们几乎塔是推到剩珠，他们剩珠宝了，
然后讲完三秒之后他们就投降了，然后龙都没出没吃完，气死我！这种的坏事乌鸦嘴很多，很常发生。九点半嘞，哎，宿舍网络现在不能用，好像它有个点是亮红灯的，跟我们大学宿舍一样，是我们雷吧，够雷吧，我两边都没网络可以用哦。真的？吃水，我想吃水果，我想喝果汁，我超想喝果汁的。我刚刚想喝饮料，我就想不到想喝什么饮料，就是因为我想喝果汁。我想喝芭乐柠檬多多。我想喝学校旁边的果汁，超便宜超好。我就刚刚觉得缺乏维生素，颜色差。吃什么味啊？菜水果。我的苹果不见了。啊，我的苹果呢？你有苹果？有啊，吃完了。之前不是说我要亲口把它吃完了？没有抓啊，耳朵吃完了，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了。你觉得不想吃那么多不行的？绿帽。嗯，我绿帽。一定是有可能的吧？来，宝宝在哪儿？在下面。后面，要不要用这个？那什么东西？它是用土，就看起来像果汁饮料，对，油画的那种，不是那种油画的那种用挤的，对，它是，然后我会用这个，你也帮我涂啊？那你要暗一点还是浮一点？暗一点。Hello， 林姐新开播啦！那前几天考试压力超大，会哭的那种，读到哭的那种。然后朋友也是读到哭，然后看 D 卡，就有另外的朋友，然后看 D 卡，然后说这图书馆人读书读到哭，然后崩溃，然后就是有一点哭出声音这样子，那就被陌生人安慰了。然后就很开心，然后他说这什么大人读书读到哭啊，医学系是不是？然后说没有，我们系也可以哭，随便一个系读书读到后面都会哭，这是真的啊，真的可以涂哦，可以啊，是什么啦？走红啊，太砖红色了吧，太土了吧，哎，你好干哦，这样最近都用的，是我觉得它很好看。听起来变法律系，哎、欸，有可能呢、欸，有可能，有可能。它在我脸上很好看、啊。那种听起来很不人道的，有够难系。有够难系是什么？业绩太多。OK 吧？你要看我是不是要先读护唇膏？可以啊。我的好大学好朋友，他也是读书。他不在外面哭的，可是他也是去图书馆读，然后我们的课本都英文，然后他读起来就很吃力，然后他就快哭出来，可是因为在外面他不想哭，所以他就在去学校绕了一下，酝酿，然后最后还是哭了。夜深人静的学校里，可是你们学校夜深人静感觉可怕，不要想太多，还好吧。
学校我上次陪张爸爸去学校，结果他晚上还跟同学去图书馆做报告，然后我就要自己在他们学校里面走，我整个要疯了。我直接是用跑的，跑去冲的出去外面。你们学校超暗呢、欸？好吧，哎、啊，这晚上谁地方能晚上不长这样？就都没有灯啊，那条路上，我真的是，那就是草，就是草丛啊。我是唯一一个不是被不是读书读到哭，是被按到哭的，超烂。可以找麻友啊？啊？哦，就是，哦，为什么？请问有颜色吗？有啊，有啊。可有可能是大学后都要考国考的哦，有可能。他 po 低卡是因为他被安慰了，他觉得这个人很好，陌生人很谢谢他。哇，出事了！不要害怕，我不会杀了你。有机会啦。一个是 I'm so sorry， 一个是 I'm so sorry。动一下手哈，没有，忘记我要讲什么。卡哇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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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很好看，很适合我啊。淡哦，为什么在你脸上呢？因为这个很修很重，光修很重。我觉得你本来唇色就很深很红了哎、欸。对啊，上面看起来很淡。对哦，健康的时候很红。你真的很健康啊，最近。但是我是怎么样都是黑的。就哎、欸，我超黑的哎、欸，我就吃一点蔬菜水果。不是我吃，我也是黑的，我就实在少，嘴巴就是黑。而且我记得就是蛮久之前，还偏爱吃蔬菜，就是蛮久之前。然后有一次去练习，之后都去看我，然后跟我说，我很久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时代还有人在画唇线，我想说我没有画唇线啊，我就是嘴巴就是长这样子，就涂了口红、那個。你不是那个时代的唇线，还是有一圈黑色的，真的很深我的嘴巴。它是黑的，它是咖啡色，太 OK。嘴唇没血色是熊妹，我也是啊，其实。所以我直播最重要的就是要擦口红。对，擦完口红就是像玩疯。张老板每次直播就是只有擦口红而已，他没有在化妆。对，夸张。直播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不然我需要。好吧，太重了。对，所以我需要。熊妹的唇色跟脸颊差不多，对，她真的是不会有自然的唇色，她真的没有自然的唇色，我记得印象中。你今天早看到她素颜，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吧，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大家脸色都很差，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脸色都很差。哦，好想要把这个脸条暗一点哦，好不像我，好不舒服哦，好假哦。TP 只有可以素颜直播吧，是吧？我要看可以把这个调暗一点。哦，哎、欸、不行，这样为什么看起来眼睛超黑？很奇怪，这个不太对劲，眼睛也太黑了吧？哎、欸，不调啊！哦，哇！我的天哪！为什么我不能那个聚焦在后面？可恶啊！在跟一家学习怎么习惯呢？
还是我真的很烦，这样子比较符合我的肤色。最近一家教了我一个，我不行啊，可以调，可以调，什么意思？就是自动调那个。但我喜欢那个肤色，我喜欢那个肤色，看起来自然一点。今天很好看，今天我的这个眼睛，这个跟这里之间这个深深凹进去的地方很黑，我很喜欢。这里就上眼皮下眼皮中间有凹进去一块黑色的东西，看起来就很像很就很深邃。而且我今天鼻子很挺，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但是我觉得仔细就是用你那个镜子，然后又开那个灯，然后仔细去看的话，会觉得这里长得很奇怪。那你就眼睛很突啊，真的很奇怪。对，我还有差，真的。而且今天紫色话还多了，它不是，它其实也不是紫色，咖啡色橘橘，咖啡色偏紫一点点。可是就，好好帅哦！自拍一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哎呦，手机怎么是14%而已？我有42%。就很重，为什么它这么重？我明明把它关掉了。它每次都在这打开，烂东西。把灯关掉，美妆灯关掉。它一直把面一直改，我现在不知道找不到在哪里。对吧？它爱改、欸。直播视角，为什么我这边看起来头发这么乱呢？这是能怎么办？卡哇伊，卡哇伊，卡过伊哟，卡过伊。快按亮度看看，就会获得一个反光的手机。我很帅耶！丑嘞呢？开始卡，用手机要没电了吧？你要不要连我的？好啊。我要充电，我充电器在包包里。就是这么趴。现在这，这是行动球。好嘞，在包包里啊，蛮底层的。什么嘞呢？不弄，就不会弄的。这辈子都不会留中分的，哇，殊不知啊，方便呐、啊。哎、欸，你上上厕所吗？没有，忘记，我今天没有进去房间啊，我去晾衣场而已。加尼斯，海尼马斯卡，海洛，海洛，大东西，会很开心。不止二期了吧？哦，真的吗？他们有？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就是一个团。不熟。就
再长一点应该就可以骗路上妹妹了，现在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对啊，哎，我真的是在女宿舍引起关注，就是后就是这样走过去，就这样走过去，不是是你，他就是这样走过去，然后就看你几眼，然后这样过去，视线收到很多视线，然后那时候超腿，我刚睡醒，然后头发跟凤梨一样炸开，然后就大家看我，看什么？该习惯了吧？五楼就是住着这一个人，好吗 ？Hello Sunny， 晚安啊 Sunny。结束了，所以我每个菜很呛到，好吧，喝完。我今天真是充满忘记的一天呢、欸，我东西放在。我考完试，然后我把雨伞放在教室，然后教同学帮我拿。然后我回来这边之后，话说要去公司，然后又把要用的东西放在要用的东西放在大学宿舍，又冲回去宿舍拿，再去公司。然后刚开始说，就是我宿舍那边大学买了几双不锈钢铁块，然后要拿回这里的宿舍，然后。我也忘记了，哈。也没有效率一点，不过考试考得不错啦。今天考试考得不错。刚刚觉得喷嚏，什么喷嚏？你刚才喷嚏了？好的。也没有在乎的啦。哎、欸，我真的是有时候突然放空，然后什么东西刚发生的都不知道，谁刚经过了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很适合冥想的音乐？好喜欢这种音乐哦。好想要会骑机车。是因为人的大脑需要休息，我真的是超需要休息的。可是仔细想想，我也是休息了很久。我是觉得疫情，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今年四月五月的时候，我们是开始远距教学，大学生、高中生开始远距教学，然后就很闲、很废啊，没有实验、没有报告要打，哦，爽到不行。然后。线上考试就可以，你完全就是完全可以开除考啊之类的，就很不太需要动脑。又过了暑假，感觉暑假过了四个月的感觉。对啊，还没考驾照啊，就没有机会练车啊，去考浪费钱。你的生日也需要送你一只鸡腿，什么意思？为什么送鸡腿啊？送鸡腿跟驾照到底什么关系？两送鸡腿也比较容易考过，是不是？那我真的是要送小妹和送小妹一桶那个全家套餐，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专有名有专有名词吗？嗯，肯德基或麦当劳的那个什么餐？就是大家一起吃很多的那种，乐分享餐。呀，因为有鸡腿才好办事。麻烦的考官，送上去给考官。嗯？どうしたか？每天都长这样子。
体育课考网球要发球五球过，其实很简单，但是五球只有五球的机会很难呢。就是你五球有三球要过，就是紧张死了。正拍拍完还有反拍，明明就超简单的事情，我就是考不过那种随便打都过的人，我竟然考不过，太荒唐了，很紧张，我真的是考试考起来就是考很烂。网球，随便网球超好发的，羽球很难，羽球要有力道够，要过线，网球只要过网就 OK 了吧，在线内就 OK 了，真的很简单。Hello 阿伯，不知道三宝的驾照都是鸡腿换的吗？我没有听过这个俗话，俗话说怎样怎样，没有，我没有听过。俗话说，哎、欸，不是在洗澡？对啊，我要去了。对，我快下播了。哈？哦，不会啦。我找不到哎、欸。找到什么？永斌用户，黄色的，应该没有那么高，黑名单吧？两个小时嘛，再考虑，因为有点晚，因为今天有点晚开，然后需要去买食物、买水，再考虑，再考虑，还没有，不是到现在啦，还没有啦，你在干嘛？现在出发去哪？现在出发去哪？好，拜拜。怎么样？怎么了吗？什么有缘再会？什么意思？怎么了？你要怎么了？你要走了是不是？哈，还没有，还没有要关播啊。我来打一场激动峡谷。打吗？哎、欸，打！我要洗澡了。有何不打呀？可是要打的话，就要你的网络直播，因为我。因为我手机只能7%，哭吧。OK， 想休息一下，好，拜拜，结束了，拜拜。再听起来像我要拜，我要下播了。你很喜欢等到把那个打开。真的好想喝点什么，虽然说刚喝了很多水。我不会冷死啊。不会啊，人总是要一起的。出去、哦，不会啊！我是说出门的部分。我好笑，下一个。正常啦，正常啦，没事的。OK OK， 你是说，我就当真，我不开玩笑，就是。做一件事情久了，当然是会累，而且当你发现，就是突然间抽空那种感觉，完全能懂，就休息一下吧。为了吃，终于肯去洗澡，没有错。退了成员毕业，心情需要沉淀是很正常的。真的，也不能强求说他留下，人家真的是不舒服、啊，各方面的，还有会让他找到他适合自己的事情。我不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提到他，因为我们还是朋友啊。但是就不是跟公司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我可能会去他家玩猫，可能会去他家吃羊肉炉，之前跟宿舍组说好的啦，不用把事情复杂化 ，OK， 不用那边支支吾吾的。犯偶像这件事情，迟早也是会疲乏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会啦，虽然我是偶像这一方的。但是我也是懂，就是那种累了的心情，休息一下也好，要休息多久都行，开心就好，不是一件压力大的事情。
就可以把阿布、阿飞桑都可以跟西兰连接，那应该是 OK 啦。都是离开。其实一早有料到，心里也有准备，只是心情还有点不是怎么说。当然，当然，这是像被恶意的感觉吧？哦，乱开乱讲话，很像是我是不知道，就是可能那种刚分手的感觉。就是这件事已经确定了，你可能有料到这件事情，感情之间有点不合之类，然后突然间，哎。分手了，但是心里就觉得你少了一个习惯，就是饭偶像可能也是一个习惯，日常生活中有一个可以看的往上看往前看的人，就是可能是你的话，可能就是失语。那突然间那个人没有了，真是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对啊，就心会空空的。我也是有当过粉丝的啊。TP 有什么想完成目标吗？达成偶像生涯与达成后偶像生涯就圆满了的那种目标哦？没有哎，我现在没有想要去设一个什么值去追的，就是这件事情达到之后才会知道这才是目标的感觉。哦，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一个啊，那我就是这样子就 OK 了。或是像现在就是有一种还要想要继续做，就是还想要待在这里的感觉。那就是我还没有想要找到在这里想要的东西，可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找到需要的东西，反而就会变得空虚，就会失去动力。其实现在也是蛮失去动力的，我看起来像是很勤发问的嘛那种感觉。但是不是什么坏，我其实个人觉得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一个步调而已，一个步调的差别而已。我是习惯这个步调的人。李佳丽是个很拼的人，他很冲的人，冲冲冲冲冲的人，他的步调就是神速，所以我没有想到什么目标，就是大家好好相处，交到很重要的朋友，可能在这个人生上面可以学到一些事情，在这里学到一些事情，我已经学到很多事情了。其实，比起如果我没有来这里的话，真的是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但我当然有失去很多东西了，就像什么跟高中同学相处的时间啊之类的。但是在这里学到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体验。突然，也谢谢我跟爵。其实我们换房那次就差不多这种感觉了。其实我好像蛮早之前就一直在讲诗雨搬走了，或是诗雨不在宿舍，宿舍四人这样子之类的。其实可是呢。他还是会来，问他要搬东西嘛，就可是就还这才一种五人的感觉。现在妮妮搬进来住，我们就是得换房间了，因为他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过不过分？不行，我们要搬，我们两个人呢这样子，所以呢，有话才要换房间，并不是因为，特别是并不是，只是因为思雨不在这样，啊。没事啦，待就不，我的心待就，全然待就。有点感伤，嗯。大约那时也看到年龄感言那段，他的背景都不一样，什么时候？哇，我怎么没印象？好，绝云绝腿比你细那一天就能毕业了。
我真的是毕不了业这辈子。以你们经历，是不是可以说出初衷？哈，以你们的经历，是不是可以说出初衷这句话了呢？初衷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也看不太懂。哎，我行，我的放在口袋。跪地谢票那段歌。啊。哦哦哦，懂了，原来，我不是宿舍啊，我是我家，进来的初中啊，我们的经历，我觉得初中跟我们经历没有什么差，反正初中是刚开始的那个感觉嘛，经历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我想一下，初中哦。最一开始是希望就是可以跟前辈站近一点，因为那时候是就是狂热粉丝，第一次犯偶像的感觉。其实第一个犯偶像是 Muse 啦，就是二次元的齁。贵金那阵还在宿舍，然后之后就不是了，是不是？我好像没有观察这么细微，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些人还在他们，有时候有些人还在老家，有些人可能在宿舍，忘了。初中还有哪些啊？没有想太多，我也是很匆忙的就报名的。说真的，我也有在想，就是。那时候想的初衷是不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要什么，所以才自己讲一个？我那时候其实忘记，以前都忘记初衷我自己讲什么了，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是不是想以这个为目标，然后说是初衷，所以才会一直去追寻，并不是真的当下已经有的目标，已经并不是当初真的心里想的那个初衷。现在在感性。继续，你也可以看呐。好啊，我看。等下，慢点。什么意思？我才比你细，我真的不可能哎、欸！对，我毕业这辈子都不用毕业。对，太过分了，可以放我一个手掌这样子。闭嘴，你也可以，你只是盖住了。对。我不知道我那时候进来初中，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抱什么心态，因为太慌乱了，所以我就随便讲一个我感觉以后会达成的目标，所以以后会想要的事情。所以我才想的，可能原先初衷是想要穿漂亮的衣服，然后就这样讲了之类的。没有回答。谁要离开了吗？哈？思雨已经离开了。没有接收到。洗很快吗？差不多吧。洗澡又没有很久。对啊。你们是怎样要进去三个小时？我真的没有想，没办法想象进去半小时。每次夏天哦，夏天洗澡洗半小时的人。冬天我还可以理解，就是很想要冲热水冲久一点，就很舒服这样子。夏天请问是想中暑吗？真的很多人洗一个半个小时，真的假的？他们有这么多时间在干嘛？泡冷水澡，就是这样冲，然后刷刷刷，然后我可以吹耳朵吗？耳朵就好，随便你啊。旁边是高云爵，没错，就是我。之后感言那段背景是白色的，跟宿舍他老家都不是这个色。敏锐，太敏锐了吧你？不用洗头发跟润发吗？有啊，就是开水、热水，不用一分钟，十秒就有热水了，然后就进去，什么加烧焦味？对，我也不知道，它是勾到什么头发之类吗？
错哎、欸。怎么开啊？它不能开啊！不要开，开毁了。前哦，我没有洗脸，嗯、哦。旁边是高音爵啊！我讲几次，哎、欸，不要乱凶啦！你好嘟，好烦哦、喔！不要乱凶，凶不凶？凶屁凶！我要去洗脸，我要去洗脸，不用洗脸的在房间。哦哦对啊，其实情况这样下去，我连有没有机会见你跟旁边那位都抱怨。其实情况这样下去，我连有没有机会见你跟旁边那个都抱绝望啊！可以来一下，你心情搞不好就会变了。但不是说现在决定啊，现在在情绪上头，什么都满是绝望。但读书读到累了，就是什么都绝望。反正想一下啊，未来没有出路，没有绝望啊，怎么没有钱绝望啊，考是不是大二上就要？被恶意了，绝望，就是想什么都是负面的。你就再沉淀一阵子，就会可能有其他想法啦。可以绝望，但不要是那个绝望，可以是那个绝望。应该能待到能办毕业公演或演唱会的时候吧。我不知道怎样才会办演唱会，怎么样才会办毕业公演，不知道在哪。我不知道他们原本有没有要办，还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怎样，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不知道。毕业演唱会不太希望 TP 那样，毕业公演吧？什么东西？可是毕业公演会是什么样的？等下自己挑歌是不是？应该不是吧？公演的话，我觉得会是挑一组公演。那、啊、我们就一组公演，搞不好还会有啊。我是不知道。本家的话啦，应该是挑吗？我也不知道。哦，海飞山有哦。海飞山那就是毕业啊？什么意思？小巨蛋啊？哦，是哦。对啊，那是毕业公演，毕业演唱。Hello。对，我真的没有参加的东西，我真的都不知道。人家都穿着那个纱去了，你没有看 ？IG 没有看。好的，我不能用 IG 啊。哦，对哈。哇完全没有精力当。哇哇。哈哈流，哈流泪到把手机砸他脸上。那个啊，赶快去睡觉。寝ろ寝ろ今おやすみおやすみハリュおやすみおやすみまた直接醒来しよう OK バイサルさんおやすみおやすみ突然一个钟声唱完信封递上全部毕业哦一起全体哇哇血流成河地上的一个信封三起三四五六七八起一起招喂太多了分批这样要怎么分他们是第几期啊明明就是一起进来的他们可以先招好先招好再一批一批放出来不可能吧哦特殊环节哦，原来那我要选什么？开始选自选曲是啥都可以，是不是？我没有跳过的歌，那你会想要跳 UNI 还是全部人一起？肯定是全部人吧？对，奇迹也赶不及呀、啊！那不是全部人，那是 UNI， 那就是 UNI。我要穿裤子。你可以设计，你可以弄一套，感觉你就是如果是毕业的话，你就不会穿。大家都穿裙子，我穿裤子。不是，我是说，
如果你毕业的话，感觉你 那一整天或者是最后的环节就不会穿原本的衣服，就会穿你自己的毕业的衣服吗？一定是裤子吧？就装想怎样？想太多了，想怎样？很自己搭。以日本那边看来，毕业发表跟公演有一段时间可以准备哦。准备什么衣服吗？啊？准备衣服吗？什么准备衣服？然后以日本看来，就是毕业发表跟公演有可以有一段时间准备啊。就他们发表毕业就是在 Twitter 还是哪里之类的，然后毕业公演还很久的。哦，对啊。但我觉得应该。发表之前就开始准备了，不然感觉好赶。他可是毕业公演要站 center 哎、欸，哇，好可怕啊！可是那就是你的场啊。那我要拼图 48，然后你还要捧红红红尘，还要刚刚鞋站不稳，敢不敢换成平底鞋？求你了，换成那个啦。奇迹的鞋子、欸、超丑，最丑，怎样上山哦？超丑，花式发表怎样发花式发表？对、欸，你们的伞又绝对不是这种的。好，希望今天做个 podcast。好白哦，看不下去，脱外套。哎、欸，你看渐层，看到你我脸的颜色，看到我脸的颜色吗？脸，嗯。哈渐暗。好，这样不正常，这才是真的皮肤，好不好？好好。其实你原本预计三周年会宣布，通常大日子发生这些事情。对啊，所以说，我也以为啊，那时候来才哥去，还是谁跟我妈更早一点？啊，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算是蛮早就，会，我们是算蛮早就会知道，我们毕竟是他的好莫大西，然后用的蛮好的。其实看他搬离开，甚至是搬走之后。还会在，他也会出现在这里。对，我们其实感情很好，所以我们一直有跟他在聊这些事情。对啊，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久了，是我们已经没有哦，就是哦，对，终于那种感觉，就是已经没有哈，竟然那种感觉哈，他怎么会这样？他怎么了？那种感觉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对我们太久了。对，我们已经。太久了，对。但是对你们来说，就是一件突然，就是哈，哈你们大概就是很久之前的我们。对。但我们还是有联络啦，毕竟是同胞胎。他前几天还在跟我们聊天，他在昨天就聊天。好想去他家吃羊肉炉。他想吃羊肉卤，好冷。姜母鸭，姜母鸭，姜母鸭，你说姜母鸭吗？我说姜母鸭。对。他最后那次直播有点点暗示，哎、啊，你们知道那最后一次直播吗？嗯。哎、啊，你们知道他那时候是最后他是最后一次直播吗？就是暂停前的直播吗？不知道吧。哦，我不知道，没有看过他跟过他几次。感觉我同学很伤心，我高中同学有一个思雨推，他超喜欢思雨的，宅男，真的、哦，嗯，是啊、哦，他超推，可他没有参与过了，就是，他是宅男，他就是哦，哎、欸，他在，你说，他就跟我说，哎、欸，
雨喵在直播了耶。他有没有跟他有没有跑来问你说，哎、欸，雨喵怎么毕业了？还没有，还没有看手机。我还没有其他留言说毕业快乐，但是我想要算了，这是毕业吗？官方怎么发的？我忘了。最后直播是歌回，开头有说没跟到，这次会比较可惜。哎呀，穿了一套 校服的衣服，所以算是毕业的意思吗？哦，会想哦，是会想。也挺好的啊。对啊，好聚好散，没有好。睡觉会打开眼睛，然后眼睛早起来就很干，会，然后掉了很多灰尘。大学超多落尘，超脏。我黑色衣服放在外面，然后隔天早上就充满了白色灰。灰灰。Hello， 田中对王，不要讲得太明显了，什么意思？明显什么？要吧。有毕业感言手写信的部分。感觉在慌张的时候就这样。所以你们直播还是什么都不会看到他的手，还是他慌张的时候会这样。不要讲出来。哦。Hello Steven， 突然那么多表情符号。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雨，因为我刚刚没有很熟。他早就有听说了。我刚刚没有很熟。哦，那我怎么会知道？对啊，你怎么知道？你是跟我一起知道的啊。啊？为什么？就是不是？还有一个分析在 IG 限动，待会传给我们。好。啊？好哎、欸，谢谢。分析什么？分析他的暗示吗？来，我想看。我们可以跟他本人讨论。对，我可以跟他本人讨论几分几下。我们可以告诉你多少趴是对的。但是其他细节我们不能讲。我只能说趴数。对，我们只能说趴数。这是现在。开好，开好。哦。我现在说手机都没电，连行动充都没有电，简直是太糟糕了。还是希望到时候到了能跟你们道别，真的，我是希望可以道别比较好，就算是直播也好。公演来说，公演对现在的我来说压力的确是有点大，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至少可能直播啦，但当然不要紧张，不要恐慌，那边想说我什么时候毕业还久的嘞，就是干嘛啦？我看不到。我在讲哪？哦，就是，我忘记我讲什么了，可恶、啊！你还是八八八的。我对名我觉得不足够。就是希望还是可以好好道别，如果到时候毕业的话，是想要直播吧。哎，我们有一天也会毕业。对啊。好可怕哦！毕业之后突然间这些日常都没了。对啊，好可怕哦！我们突然间要干嘛？宿舍。对啊，还要离开你们？我们要住哪里？等下你比较在乎这个。我们要住哪里？说不定明年，说不定明年翻翻年，直接当现在一个起飞，不要。好害怕哦！我想要当个普通的孩子。当个普通的站在旁边的人，看着大家，
喜欢当旁观者。不会经营自己的 IG， 看不到你们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经营我们自己的 IG。对啊，不知道 IG 会沿用还是不会啊？不是被停了？对啊，那我们要自己创作创造一个，然后你们还要找到我们，你们会找吗？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吗？可以吧？或者不行？这是我的本名。可以，你的本名像很多经纪，很多像国外的经纪公司，迪士尼啊什么的，他们就影片在讨论啊，就是。你如果用本名出道，你的本名就是卖给公司的，你就不能用，你不能用本名出来。那我们去改名，反正有不要，我取我现在的名字，我也喜欢。你去叫什么？高玉琴，高玉琴，我都已经忘记了。不然你就改一个叫什么？蔡奇阿米啊。你可以改那个高音爵，你可以改这个高音爵，还比较好打。我不要，看太满了，要理解一下哦。名字版权在你们，我不知道啊，这种事情也不能跟你们说啊，就算。嗯，张爸爸啊，不准一样。你叫做张三去。对不起，因为这个曾思雨的那个曾，每次看起来会思雨。对啊，会思雨，哈喽会思雨。思雨跟他们是后毕业，是啊。我毕业的感觉就是。不会认真读书，我毕业啦！如果顺利的话，应该吧。不想继续读。什么？不要闭嘴！说什么会延毕？给我闭嘴！我讲，我忘记了啊、哦！我也觉得会延毕啊！啊、哦，那就不要讲，多讲多害怕，安静。我已经演了、啊，白痴哦，李晨啊，你很可爱呢。快透了你们，竹叶毕竟很远，认真当一回偶像吧。不认真呢，我都笑了。对，好，我很认真。认真。怎样算认真呢？对啊，好认真。突然间想到，每个人，我觉得我已经好习惯现在的模式了，觉得还挺开心的。上面还是一个奥运圈，还细。Q 片男子 W 什么？嗯 ，W W 点 W 什么 ？.com。哎。啊！思雨真的是。他如果要再当偶像，他肯定是没问题的，不用担心的。我觉得，他那么有能力，会拍照，会干嘛，会包装自己 ，OK 啦，相信他会过得很好。但是我跟林嘉欣就没有那么熟了，不能，从 IG 开日更开始吗？不能。IG 日更哦 ，IG 日更，但 IG 就是，当然就是不可能了。我
放一些花草草，就是放别的东西，你们也不开心啊。就放猫咪，然后放我就没有要拍，我就没有要拍我自己、啊。我也好久没有吃饭，我看一下我现在相簿长怎样。所以要看一下我相簿长怎样，都是截图，都是猫咪。哎、欸，都是截图，就稍微截图。我们一直在互相分享东西，还有我的考卷，还有猫咪，还有牛肉面，还有一些公司的资讯。艾娜，你这可恶的人！他这阵子又难得多了粉丝，他知道他自己多了粉丝吗？我不知道呢。谁？猫咪。我吧。谁？猫咪。猫咪。我一直都很多粉丝。我忘记了。没关系，没关系。跟大家分享，我们这间房间里面有一间独立的厕所，非常之方便，真的好爽啊，好开心！就是早上起来还不用直接走出房间，不用去见世面，对，就可以先洗脸啊、刷牙啊，什么都可以在那个只要洗手台解决，只有吃东西要出去而已。我们现在在这里这个房间吃拉面，可以帮小黑建立 IG， 可以。我一定会狂发猛发，可是我不知道，我不喜欢发，我喜欢发现实。可现实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可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共同建立账号，就可以很多东西。对，那对，就是放杂物，但是我们用不到杂物那去，我们用到的是杂物的外面。就是、还是有马桶、洗手台什么的，它还是有的，就是可以用。它毕竟还是间厕所，它只是不能洗澡而已。它就是间厕所，对，它就是间厕所。哦，我的相簿都是小黑，还有等你，还有妈妈去连江玩的一堆猫猫。他说他上不夸张，他钓到软丝，哎，他去钓鱼，然后第一次钓鱼钓到的是一只软丝，酷吧？软丝是什么？一种鱿鱼，一种那种像鱿鱼头足纲，好可爱。好可爱啊！就没有懂你，懂你都不讲话，对，懂你都不见人，懂你不见人，一直妈妈。他很黏人，其实，但是他怕陌生人，他超黏人的。唉，好好，我觉得你是不用去买东西了。我都换好衣服了，不够了。但是我觉得他买过我没有水喝，对吧？我们可以去家乐福。好恨我！我晚上去家乐福。我要去全，要去全，全家的肉比较好吃，比较新鲜。啊，好痛！谢谢你们，谢谢这个 Pop Cat。对，小美的猫。我给你看，我妈掉到软丝，超酷，像一坨垃圾。金角黑架。小黑眼长哎，好可爱！它很计较，好可爱哦，小黑。我今天在看我的相簿，因为我在找业配的照片，然后我就在看之前的相簿，然后就看到之前小黑还不敢靠近我们的时期，好可爱哦！干嘛打人？不好说，不好说。你看，超酷的，要去夜钓。哇，什么都看不到哎。这是什么？软丝。软丝到底是什么？一种鱿鱼啊，跟我讲过。对不起。在挣扎，超可怜的。我很喜欢钓鱼，可是这种真的看起来……哇哇！哎，好恶哦！酷吧？好大哇！好大只。他们钓到很多鱼。好厉害。好可爱哦！啊，好大只，好长哦！软的丝很烂，左也不会解释。太哈我！
好像装没事，好可爱哦，小黑，好可爱哦。看一下妈的，我香菇还有妈的，那卤蟹还好了。对，吃饭吗？我们要和声小天使，小和声小天使是不是？和刚刚云爵进房间叫声一样，那是开门的声音，不是他的声音。那是开门的声音哈，现在念排名啊。折手手，然后拍在他主人的腿上，然后闭眼睛睡觉，然后哎、欸、这样子，超可爱。不是啦，不是在叫声马鲁，让马鲁卖小鸟。因为他有一个玩具是小鸟，然后他每天晚上都会叼着他的小鸟去卖小鸟，然后就帮他妈要买吗？要买吗？这样子，超可爱的。但是有人在他就不会了，有别人在他就不会了，他被买走。对，他会被买走到底，像日本的警车声在走的那萝莉控。好可怕，那个小女生呢，又小心又大，突然间又骂了一个该出事的，好好笑。我很想去走那天的直播，好可爱，你要看，你还用看拖鞋控小黑、哎、好可爱哟、哦、他就这样子一直趴在那个拖鞋上面，他超喜欢拖鞋，他每天晚上都一定会去拖鞋上面睡一晚，没有啦，没有睡一晚，就是一定会去玩一轮，然后他就打到身体就开始一直狂咬。对，就是基本上拖鞋已经是他的逗猫棒了，对，他其他玩具不玩的，对，要离小黑远一点被带走，好可爱的，口味这么独特，太独特了、嗯、啊！好可爱，而且冬天好冷哦，他就在那边，然后他在一直，他真的一直在门口看我们，那个玻璃门这样子坐在那边很乖，这样一直看我们，然后就很想要进来这样子，他也很乖，不会那边好丑。还有 ET， 这东西太丑了吧，小黑。他想要帮他进来，就一直看我们。我这几天一直在关心南投的天气，关心我啊！你不用，你自己会保暖。累死了。刚刚觉得以后会娶小黑，我认真。对，还要娶十只小黑。可是小黑会比你还早死哎、欸。什么都看不到。好了，念排名了。他会把刀光时刻。你要学刘小新讲话。第十名是小象扎克尔，第九名是结束了，第八名是哈利伍，第七名是 QQ 男子，第六名是阿福，第五名是小汉，第四名是企鹅，第三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二名是令 MJ， 第一名是 RTY， 谢谢你各位。好好笑哦，这次一定会这样子的，太冲了。谁说的？肯定是姐吧，姐胖了。嗯、哦，姐姐啊，好笑，好赞哦，好笑！你一定就是这种人，我觉得，你就是一毕业就会变这样，强吧？如果你有在乎这个团体的话，姐，好吧，都是小 A， 但是待遇怎么不一样？他们就可爱啊。好，我承认。
不屑直播呀。上次公园你有圣诞 T 加三推进整套衣服，我看到猛的一批。不过我真的是有点太晚看到，因为实在是好暗，黑色衣服的缺点。这是下次明年的话，我真的是不要黑色衣服了，用了什么超少人用的衣服，橘色。看看高恩觉得高光时刻，高恩觉得高光时刻，还穿着米老鼠睡裤，好丑，小月躺在我的脚上，超可爱的，哎，有够可爱的，然后绕一圈就又躺下，好可爱，超可爱。阿桑哈气，这是张法法高光时刻，他站在我的脚上哎、欸不是这个，要这个，哎呦，两只脚，好开心哦，好可爱哦，你要不要桌布？我要，我自己用，反正我脚超丑的，好可爱哦，怎么可爱？啊，好可爱、啊！这是我睡裤，高宇觉得就是睡裤啊。高宇衣柜有一半很意不明的衣服，好可爱哟、哦！那个脚夹，放大的脚夹，脚夹。好吃！住手！住手！还有，手机快没电。可爱哦！真的是晚上比较可爱，也比较胖。现在投胎当黑猫还来得及吗？要出生在宿舍附近的黑猫，对，我就会养爆，直接每天去喂。我有阿桑，我一定有阿桑装啊，谁没有阿桑装？对啊，我相信每个成员一定都有。我觉得衣柜里面肯定会有一两件，对，最舒服的那种。只是我的阿桑装比较偏多这样子，哎、欸，也没有好不好？听起来很好笑，才没有嘞，有一定有。你的阿桑装不是很多啊？阿桑装你比你多，但是我比较少穿。真的是张头发霸凌妈的！反派排队，我只有今天而已。你要音量确定？太开心了，还好吧？云爵欧巴桑，我是欧巴，他是欧巴桑。没礼貌哦！妈喽，见吗？哎呦，这是妈的，太黑了，那眼睛趴在我们房间的衣柜上面，不是还远，这是另外一间，趴在房间的衣柜上面的行李箱上面，就是我们碰不到的地方，然后隔天就要回台北，然后我们要赶车这样子，然后就抓不到他，我记得整个超级紧张。养猫就是这样啊，他会在阿公旁边，对，他要去找外公，很赞，在这。云雀鼻音越来越肿了，嗯，做什么？还好吧，装可爱呀、啊，哎、欸，好了，下播了，拜拜各位，我要去买吃的，买水，买蛋，晚安，晚安。
拜拜。伤风正在，不要乱讲话，不要乱讲话啊。嗯，拜拜。这个真的很奇啊，在干嘛？拜拜。